老师，那个 Python 里面有没有 reverb？有。OK，好、哦，为什么我知道？反正啊、哦、Google 一下都有，你就打 Python 空一个 reverse 就有了。OK，再来就是说你要知道怎么用，也许我也没曾经没用，没有用过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。